就是讲，啊，咱就捧我的团伙，你要做医保，而且我是吃台湾票，你爱去学。伊讲我二十外岁啊，啊，我去里面，人讲我讲我讲了，我先走，我无伫啊，你搞后壁，我那里演讲拢去，伊那里演讲叫我走。他都就是菩萨，咱真个台湾哪会家己讲？今仔日的自由是无国际法的，你有敢看好无？所有咱只台湾的产品拢搁打一路条啊！用英语写讲，这个未来自台湾啊！安怎讲？买家己就无怕，进口入面啊，比如讲到台下的美金一百块变一百二五块，拢搁打个特价安尼货柜。啊，咱这个会是来自台湾，因为中美啊，你开始卖一个到的 MIT， 这个是台湾哦 ，MIT 啊，总请开呢？台湾总请开，你所有产品达标啊没？达讲我这来自台湾是中国的，总请开啦。啊，唔过讲中国较好，唔过讲你中国人，唔过讲我看嘛呢？各位有处可见。台湾是一个报道，那就老佩文常讲的哦，我这帮伊啦，也叶国龙总讲是，经过了十点钟，讲要想办法，阿伯要写一本，阿拉写个真难未，阿未当兵啦。老佩文当时老，即阵老佩文常面条开起个即嘛五百担老，一个行机啊，得千人加万人计，到时也出红地，安尼啦。讲台啊，迄个时阵，民调初初才知影台湾，有一个旱季啊，地啊，几几千万人诶呐，食袂了。这个台湾的报道袂使牺牲伫咱一代。来，甲听一道你哦，先讲话，来，来你请讲。迄个美国大兵总统好无？系。我讲一个较无同诶啦。哦。因为伊叫总统哦，有遐侪人，迄个因家个代志，咱就要来管啊侪。啊，无你像即款五二四动画片嘛，是爱叫实现，但你唔使伊上海用。唔系，啊，所以人嘅自由啊，咱免甲强诶，查甫要爱查甫，查某要爱查某，迄边嘅做啦。好，就是咱免甲讲嘛，迄个安怎不安怎。对。啊，你要讲讲台湾四五百万诶，尔。对啦。啊，你嘛就爱尊重人诶意见。好。啊，台湾咱讲，就安怎不安怎，安尼唔好啦。好，有理啦哦，啊，你食开我的。实在讲，这条无过，啊，到时间有哪自动成为法律啦，安尼啦吼。啊，这台湾官改革，台湾官都有哪赞同，有哪改做这个法律，啊，这亚洲第一个，好，我拜托，明仔载听我这个闹时间，吼，啊，对你做一个功德，我甲你保证，无输咧食菜，无输去咧受刀，这救济的台湾上百万的艰苦人。话讲咧，帮助爱心的工作啦，伊咧做善事、铺桥造路，敢有够有赢要赢这条？这条吃百万人无钱，怎个领？未成我，爱来拼这条啦！拜托，明仔载拿出面，不是讲叫你来抗争，来打徛，你都有这么多人赞成，有这么多人在关心安尼样样。明仔载空中甲咱拜托，中昼十一点前，我本人会到你。感谢咱大家，好，谢谢。这礼拜节目到这做一个结束，非常感恩感恩咱大家，感谢，谢谢。
时啊三点，咱做伙来收听快乐广播网。快乐广播网由郑新洲主持，快乐联播网制作播出。各位年轻人，各位听友，大家平安，大家好，尊敬的阿扁总统，马哈家平安。我是地名芬阿芬啊，我是地名如阿如啊，咱这是台湾人的电台快乐广播网，甲国际网络节目现场进行中。接下来的节目就是台湾族、台湾情。伫目前，咱台湾的处境是非常的险恶。咱要如何来保护着咱的国土台湾？必须要靠着咱大家共同来打拼。本时段是由韩曼的软妹阿如啊来制作，由阮姊妹啊做伙来播出。欢迎收听、收看、参加、指教，感谢。是咱台湾的天，脚踏是咱台湾母亲可爱土地，吃的是台湾同口的红来米，饮的就是台湾同甜的水。伫遮要来讲出咱台湾人最期待的心声。今仔日是新历12月9日。旧历11月11日，拜五。台湾事，台湾情，要向各位大会开讲的题目，就是美丽的台湾岛屿，美丽的台湾岛屿。蔡英文总统和美国总统当选人川普先生的电话对谈10多分钟，已经在国际上甲台湾差不六天啊。结果有哪阿哥烧袂退，热热滚滚，甚至连阮阿公甲一挂政治名嘴，伫昨暗9点的三立电视台《新台湾加油》。有哪讨论规暝？其实，小英总统甲川普总统对谈，是改变打破了美国自从1979年与中国建交37年来的外交惯例。这就是川普无按例出牌的做法，这件事未来引发着国际上各大媒体公开报道讨论，这嘛是予咱阁想袂到，照阿公讲的一句话，阁开偌济钱嘛无这款的场面，台湾一时间伫全世界来曝光，川普的细贴有伊的强势霸气，实在讲。中国第一次予人伫国际上来加闹气，当然是邓小平生气，一直对台湾的施压发飙。不过，咱国内煞有一挂中国派，一直用讽刺甲偷笑的刺激，那像讲。小英总统用10多万的美金来收买川普团队，其实这嘛是川普家己来发布的，与小英总统何干？通台甚至骂小英总统白痴，讲用金钱来底买外交，讲什么会顾惜川普集团？台湾准备进入第三次的世界了。准备予中国来攻击，国民党讲有可能台湾的蒙古无所不至，谩骂，气象甲无一块着，
真正是非常无品甲无尽责。伫美国大选前，蔡西冠阿公甲小英总统顶着度，送几支花篮予希拉蕊。即马通派支持者讲含川普通电话，会严重得失着中国共产党。真正是好歹话拢因地讲，双赢入变，反正全是写伫因的身上。为在英雄到遐讲到遐，反正这帮人是台湾同无路用的卡下，卖插电也罢。因为阮阿公有真侪话要来开讲，台湾书、台湾情、美丽的台湾岛书，阮今晚也得暂时讲到遮。伫等一个四点的诗书论坛，阮今晚也再过来开讲。即马就由我阿公地心组机关亲身继续来主持快乐公布网，感谢江民努力。请感谢咱遮个司机老哥哥、阮强兄弟姊妹。各界大德人天人皆菩萨，尊敬的阿比总统、国内外的遮个朋友，大家午后平安，午后注意，午后快乐，感恩各位阿弥陀佛。非常感恩，逐天伫快乐广播网的时间，三点到五点，三十五人来啊，大家遮个人天人拍死无退吼。拢伫即个节目中来咧收听。伫昨昏咱临时有哪工答应一工，吼、哦、来去伫三立。出去我咧走地牛，就喏接到亲戚个电话，讲我看拢无啥咧讲，无人讲。这是安尼，我那拜托来昨昏呢，咱个主持人吼，都有哪有讲吼，恐惊我一直讲一直讲，讲讲个人拢全可以啦。无你靠伊有哪有伊个角度，尽量请大家了解。你昨昏哪有来讲讲，是不是一工会当来两工，或者是用 SNG 的车吼、哦、来吃？这对着咱三点或五点现场的这个节目会抽象无公平，这我唔敢答应，事实上唔敢讲答应吼，因为抽象人讲收钱收广告费，我这唔是改组织节目，改咧推销产品。因为拢抽象，共收钱，伫即个广告一工个，一礼拜当我偷一工吼，安尼吼，我就有呾非常个感谢，即点有呾感谢抽象会当宽宏大量，予我加减来去走阵啦。不哩个主持人吼，主持人有伫讲，讲希望着为咱即个台湾，伊甲我讲吼，我等个叫过年话。哎，司法甲讲，哎，大哥，你唔好叫安尼啦。我讲话咧，虽从伊那，我南部拢叫你过年话。伊讲为台湾吼，咱做伙来拍拼。我查你作票，吼、哦，你着爱坐高铁来，也着去赶转，因为咱咧是录影嘛，吼、哦。所以录影了，伊也着去赶紧来赶义务来制作到这个，吼、哦，这伊也着去赶义务出来用录影。所以这个廖小静小姐。常务和我讲讲，起码吼，咁、哦、最少啊，咁会当两工，我讲未使，无论如何一定两工，我唔得答应，安那无得，我就唔敢。我那个空中的朋友做一个报告，实在那感谢咱大家在给我支持，可能有人咧讲，因咧唔知是安怎收视率、收视率，伊是安怎去来去操控的，我都无了解。应该这个有上升，所以一定攻击我都爱去哩。当然无咧卡，我的通告费有卡过别人啦。但是呐，我甲我的孙女啊，那去吼，那是即落人讲阿婆啊，吹过来倒搭。那我去哩，安尼拄啊拍飞过，阁有一个收费，咱来讲实在话。特别有哪有其他电视台来咧甲我讲吼？是讲我若未当过来，是不是用 SNG 的车吼？有那来遮做着现场访问，我讲真歹势吼。我
已经就共担任二三日，啊，包括伊老婆建立甲廖小军小姐，哈，啊，都拢无法担任啊，我真歹势。假老来，啊，阁有人要听我节目，假老来，啊，阁有那位，啊，我拢公开安尼讲，我切都无管，哈，讲你北京你袂晓讲，我用道理直接讲。常务那甲咱报告，去年要讲啥物题目，我无了解。去甲咱讲，我讲你这里讲题目，啊，我知代表南部这乡亲长期盘烂做五届公职，尤其是伫高雄县市将近三十年来吼，我知影啥讲啥，乡亲的想法甲种种啊，我做一个表达，我袂晓讲好听话。当然，你若是杨思秋议员，以往含我伫台湾亲切，人个是拢伫国外有留学过，吼、哦，包括姚立明教授，拢有伊个一套理念啦，吼、哦。啊，我是干呐，讲较歹听咧，啊，早时啊在咧走场，啊，下昼时啊进节目，搁咧走议会，闲个时间呾看一个啊册，吼、哦，啊，呾看一个报纸安尼，啊，所以伫遐咧上班个时间。但是我来表达到真正的台湾人民近来哈民心思变的问题，那就政府来讲，就已经有六十外团体公开要接含着民进党，哈、哦、要来决裂，安尼要决裂，我就是问，那要决裂，就是讲。啊！伊用这个是民进党干政会，是因为啊，这个徐永明老师当选以外，我呀啊，咱国东遐搞风火啊，你甲夹着，海报甲夹着，海报吼，啊甲搞着偏啊安尼啦吼，安尼。为不闹来这个徐永明老师吼，完全会出来民进党，民进党是艰苦的中国。是我们常说若是在你的官场一分，这就变成了星号。请记，还会受到关系我的英雄呼喊，何不用为进来华丽的是冈山，这句英文句的换了大意，因为我那个爱读的神经呐，是动词。我那时话讲不够，我凭我也是动词。两个动词是不能连在一起用的话，可正确说法是爱，这些呢，这些呢，或者归问爱，啊，结果我个我都搞清楚，我讲我跟他一点是干服务，我们中国人也会说我是电视，归化服务，你讲那个是为了维持维持为了这变成星号。敢若真正要互人做分子扫干嘛？唔对不对，要讲扫分子人做人吼。这个句子也犯了同样的错。以下几个句子都我们所遇到这个困难，因为这些句子中都有两个动词连在一起的情形。不可能，伫咱今仔日伫十二月九日，但是若较未得过，一定爱有变化。时局的变化，人权啊，咱私底下咱才讲，公开安尼讲，实在伫伊个民意支持度都也无关。这若假使讲无应该进吼啊，我昨有讲一个天威难测，这个天毋是阳上帝天，伊就叫做天主皇帝。所以吼，判君如判虎，天威难测，好唔好？要甲你走，要走。天威难测，伊家己个想法，小英总统当然有伊个智囊团，吼、哦，有伊个智囊团，伊会去